接下来我们要学的是第十个单字，叫 human resources。human resources，我们来记这个 resource。什么叫 resource 啊？我们学过 source 哦。来，各位，如果 source 这个字你还不知道，写上去没有关系，现在就记起来。source 这个字叫做来源，source 这个字叫来源。那多了一个 re，re 字跟 re 这个字有往返 back 的意思，来回 again 的意思，它有 again。往返，所以当你能够让你往返拿资源、往返拿来源的东西，你可以去到那个来源往返拿取的，叫 resource。那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叫资源哦。好，所以呢，human resource 翻译成人类的人部、人事部门的资源哈，human resource 这个字尾加 s，所以人事部门、人力资源部，你们看到资源就叫做 resource。它这边的资源用 resource 这个字哦，resource。resource 资源，人力用 human 这个字，所以呢，human resource 是人力资源部的意思。我们看例句，newcomer，newcomer 翻译成新来的人，字面上直接翻就是 newcomer，叫做新进人员。新进人员呢，should report to，新进人员应该要去 report，report 是报告。To 对谁呢？To human resources 要应该去到人力资源部去做 report，去人力资源部那边去做报道的动作。report 报道。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ork，在你工作的第一天，哈。On the first day of work，在工作的第一天要去 report to。report to 翻译成到哪里去做报道？report to 什么地方？To the human resources，去人力资源部报道。再来，我们往下看到第十一个单字。第十一个单字叫 income，各位刚刚有学到了，对不对？come 是来，in 是进来，每个月都走进来的。come inside，in 这个字根就是有 inside 的意思嘛。come inside 能够进到你的 account，你的账目里面去的东西，当然就是我们的收益喽，我们的收入收益。好，那我们刚刚学到了 income tax，你的整年的收益税有叫做所得税，对不对？income tax 是所得税。好，那我们来看看例句。We heard that，我们听说哦。我们是主词，heard 是动词，再来受词好长哦。受词在哪边？来，各位看一下，老师现在用滑鼠啊，画起来的这三行是我们的受词，主词是 we，动词是 her，受词在后面。好，这个受词是一个 that 所引导出来的子句。我们听说一件事，我们听说这件事，That's Peter's income。听说啊，Peter 的 income，他的收益，他的收入能够 rose 是动词，叫上升。听说彼得的收入已经上升了，而且上升的程度是 more than 超过了40%，超过40%哦。After 在什么事情发生之后，After 是连接词。After he was headhunted by，当他被 headhunt，什么叫 headhunt？hunt 是猎捕，head 是头，这叫人头猎杀的意思，对不对？He was headhunted by，他被人头猎杀，不是真的被杀喽，而是他被锁定了，他的头被锁定，然后被挖角到别的公司去。所以这里这个 be headhunt。这个 headhunted 的这个字在企业界，它表示是被挖角。所以呢，after he was headhunted by the PMB Corp，当他被这个 corporation 就是公司，他被这个 RMP 公司呢被 headhunted，好，被这个 headhunted 被投猎，被猎头之后，被公司挖角之后，他现在的 income 整个薪水是 rise。是 rose 上升的，而且是超过了40%这么多哈，还黄色的片语画起来哦。这个 be headed hunted 哈，这个 be head hunted 是被挖角、被猎头的意思。好，那动词 rise、rose、risen 这是动词上升，那我们这边是用过去式。Head hunt 这是猎头，那引申为就是把这个人呢抓过去了，叫挖角。接下来第十二个单字叫 interview，interview 什么是 inter？刚刚有看到了，叫做在什么之间，between 的意思。inter 这个字有 between，view 呢是看。两个人呢，between 在之间呢，在你我之间，两个人这边看来看去的，你看我看你，叫 interview，那就是面试。我们刚刚有看到字尾加 ee，如果字尾加 ee 是面试的人。字尾如果加 er 呢，就是稍微阶级高一点的 interviewer，就是主考官。好，那我们先看例句：Never be late for a job interview，千万不要，永远不要 late for，不要迟到哦。对于一个 job interview 工作面试，不要迟到。That will definitely，如果真的迟到了，那样将会是 definitely，绝对100%。Leave 留下 a bad 糟糕的 impression 印象 on the interviewer，在所有的主考官身上留下 bad。